寻找，看来我和大家都误会你了。真没想到你做出这么了不起的事情。就是啊，寻找，你立了这么大一个功，你也不说，害得大家还误会。就是啊，寻找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做了一件这么牛的事儿，怎么不告诉我们呢？害得我们误会他。对呀，对呀，我们欧宝创业真的是太艰辛了，刚刚有了点起色，又遇到这种事情。 我心里想啊，这回完了，没想到啊遇到了你，你可真是我们的救星啊！没有没有，您过奖了。我也是看到这么大的企业，在创业中不应该因为质量的问题砸了自己的招牌，所以我才去调查的。主要还是你们产品过硬，要不然别人也帮不了你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也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，我知道大家最近一直加班熬夜，都辛苦了。 我给大家买了一些礼品，希望大家喜欢啊！谢谢领导。